有人话此情只待成追忆，我就话李师节点只得半亿。知唔知点解我结咗婚之后肥咗咁多啊？因为结婚前，我首先打开个雪柜，见到啲嘢冇胃口，就走翻入房。结婚后就完全相反，我打开个房门，见到啲嘢冇胃口，就行埋雪柜度攞嘢食。有咩办法唔肥啊？阿姐。娱乐新人，喂拍档，喂，今集你又变咗色，嗰对眼咧又闪又迷人，闪咯咯，闪咯咯。咁闪嘅咧唔止你，一个明星够晒闪，再加上一班超级巨星，简直系闪到不得了啊！闪爆咯，闪爆咯。系啊，系记者啲闪光灯啊，闪个不停啊！劲咯咯，劲咯咯，劲啊你！好啦，一齐去睇睇呢班超级巨星究竟搞乜东东，小心闪亲去片。呢日一班超级巨星云集，可谓盛况空前。原来佢哋即将要面对一个重大嘅考验，而教官就系有金巨王之称嘅南极帮同，眼仔碌碌嘅巨肺评判 Miss Francis。今日啊，同大家练下戏。佢咩我？然之后转十个圈。哇！哇，好晕啊！二一，好，唱一句嚟听下。唱一句啊。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。其实佢好好气。啊，真系够气咗啊！而家就等我啲老 pat pat 考下呢班咁嘅巨星帮，你呢班咁嘅新人，全部同我签过自己嘅名。三边个？好，首先你系咪写个妈妈妈个妈字啊？系啊系啊 ，M 啊，你见到好啊。呢个我最中意啦。你爸爸妈妈，你爸爸妈妈系咪道士啊？做新人点解会签埋啲咁嘅名？新人最重要系咩啊？要俾人识你系边个啊？签完个名都望唔到系边个，签嚟做乜嘢？所以我哋今日俾啲掌声亲空姐，李浩森。经过两位评判教导之后，每位巨星都斗志如虹，嚟紧佢哋仲会进军红馆开 show， 最后祝佢哋人气爆灯，劲过大长今。红咯咯，红咯咯，红啊咧！嗱，讲到红咧，我哋 Set in the City 里边嗰个大 X 啊，哇，近日真系人气急升啊，红到红过红豆沙。红豆沙，红豆沙。咁开心做乜啫？你又唔系大 X， 其实大 X 同我哋城中嘅一位红人咧，吓出奇地相似。我哋一齐睇睇好唔好 ？Set in the City 自播出以嚟，观众对大 X 嘅样貌议论纷纷。为免大家日差夜想，大 X 决定为大家揭开大 X 惊人孖生之谜。今日佢就约咗佢嘅金兰好姊妹，人见人爱甜到流嘅卢觅雪出嚟，睇下佢哋十足糖痴豆咁样啊！其实你除咗食嘢之外有咩兴趣噶？除咗食嘢之外，我都中意打猎噶。打猎，我中意啊！其实咧，我都想知道多啲我哋其实未来嘅嘢，所以今日咧，我约咗个师傅咧，师傅同佢睇下我哋嘅真系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哋好。你好你好你好，麻煩曬你。係啦，師傅。咁究竟我哋兩個恩緣運點嘅？原來咧，都係啲粗礦嚟嘅。啊！點解會咁嘅？我覺得自己成日都要揾嗰啲咧，方便講喺度。因為我知道佢好多秘密嘅嗱，唔方便講。家庭方面，第時我哋會有幾多個仔女咁樣咧？嗱，其實一樣嘢咧，我哋睇仔女就睇人中喎。原來呢個位闊，生仔女咪多咯。我覺得你應該係適中。我覺得你是闊闊力多了。如果看女性好不好生養，其實一定是站起身看一個臀部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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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哋呢啲即可以叫同等嘅。唔係你係多謝曬師傅嘅，唔該曬師傅。Thank you。所以有份禮物咧，專程嚟送俾你。嚇！況且我同你兩個咁似樣，竟然係筷子姊妹花。多謝。哇！呢对筷子姊妹花咧，认真合拍，天生一对啊！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咧，我哋会继续为大家报道呢个红星嘅近况。李实上，闪的闪的，喂喂喂，未收工啊，咁快闪我，下个礼拜飞你啊啦！够晒钟，咁我都要闪啦。好多年前，本地嘅乐坛有一个女子组合，系由九个靓女组成嘅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各散东西各自发展，今天他们九个又是仔仔一堂，为了你全家福禄寿带些欢笑给大家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欢迎他啦 Fookies。 又不是八十年代接播方式的爱，还转起身坐在手家中等候来电奔下爱，礼拜六为何难放假走得开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做不安的爱，男生这东西不都不细，他得点都很可爱，要对付顽童们到底要几多爱。日发梦会换爱人，有没有暗示？是否可跟他指引他得意？到家后四十寸腰，是否可提示？被骗了两次，又算手羞耻。为何那买办事都依靠伴侣？你时间去哪里都不尽主意。为何男孩全部都粗鲁大意，连我要剩八个造型字，发觉我会表失意。又不是八十年代，只有芳心的爱，还穿起身装放手家中等候来见等下来。世大陆为何难放假走得开，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做不安的爱，男生这东西不足不细，他突然又很可爱，要对付顽童们到底要几多爱。其实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有啲咩绝技去冧你哋啲 fans 咧？我嘅绝技啦，你叫 Stoppy，right？ 我都唔知点解突然间丑样咗咁多。其实咁样嘅，我最紧要咧就是唱好个歌啦，就千祈唔好走音啦。咁就 very good， 叫做 excellent。Barry， 咁你咧？最紧要咧跳舞啊，跳得够 high。咁就自然有人讚我乖。喂，哇，哦，得啦得啦 ，sorry 啊，真係唔緊要。你咧，你係我係 Triga。哇，你隻眼好似大咗好多啊！係咧，所以咧最緊要咧個絕招就係咧，個人要有甜啦，又要靚啦，又甜又靚咧，個人係點，啲人都會覺得我好順嘅。最緊要靚靚靚。大家覺得佢靚唔靚啊？好啦，多謝。下一 part 翻嚟繼續開心扮嘢笑。有人话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就话寸金难买这雪心。我信而知一分钟系几咁宝贵。你知唔知一日二十四小时1440分钟里边，边一分钟系令人最焦急嘅？边一分钟系令人最焦急嘅呢？
位是12:59，因为快一点哦。